品牌发布大会热闹登场，像极年轻人的音乐会。秘密武器全新款电动车亮相，流线的外形、金属科技感车身吸引在场所有人目光。我想政府大力的推动电动机车，然后能够有一些辅助的专案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我想这个也能够扶持整个国内电动机车产业的发展。电动车在科技配备上采用全数位高反差仪表板，搭配整合式左右按键组，正中央显眼的按钮营造出房车的氛围，必备的电池更是打出优惠价。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说能够发扬我们这个最得我心的品牌理念，那我们尽量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，提供给消费者一个能够轻松入主海岸车轮网的一个机会。抢攻国内电动车市场，更不忘环保绿能。机车公司和捷运合作，搭捷运下车可以租电动车共享的概念，提高大众运输使用率，更扩大销售市场。三立新闻台北报道。